进这几枚元大头，你就发财了。只要看到这个地方与众不同，那就轻松捡漏几百万。第一枚袁世凯三年签字版，在袁世凯的右侧是当时的意大利雕刻师乔治的英文缩写，民国三年袁大头签字版。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英文，是天津造币总厂1914年试铸的样币。就是这样的小细节，在2021年华夏成交价158.7万元。第二枚袁世凯三年甘肃加字版，在1930年冯玉祥将军当时为发放军饷，专门铸造了50000枚。在甘肃版的袁大头基础上，左右两边加有甘肃二字，使它成为袁大头的名誉品。2021年华夏成交价87万元。第三枚袁世凯七分面签字版，是由当时的天津造币总厂首席设计师意大利设计师乔治根据当时照片雕模设计。后来乔治去北京见到袁世凯本人，才发现模具与本人相差悬殊，当时仅仅铸造了少量的样币。